内面恐吓枪法虽然气通言色，也象征受琉球 TC 初污水厂、台福七六十污水处理厂正式启用，未来将会友好枪法琉球乡的生活费污水，同时也做得维护周边海域水质同海洋的生物多样性。今天是我们屏东县政府环保局在我们的小琉球乡、我们的大福村的污水处理设施的一个完工启用典礼。那小琉球是一个美丽的岛屿，那它的海洋生态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力来保育。那从潘孟安前县长的时候，106年我们就在本福村建造了第一座的污水处理设施，然后在110年是上福村跟中福村都相继的完工，那今年大福村是最后一个污水处理厂，112年。那这四座的污水处理设施完备之后，可以解决、可以处理我们整个小琉球、我们这个岛屿将近90%的一个民生的废水。那我们透过天然的方法，没有加任何的化学剂，然后相关的一个处理，然后让它排到大海去。大家期盼的污水厂启用，除了做得友好解决离岛生活污水严重课题，使得小琉球污水处理再升级，长期的结构体同防波体验采费，还有容易体检绿化监管，为琉球乡再添新指标。另外，透过屏东县环保局建制的760污水处理设施，以切流生活污水经过县体处理过后，再排入自由转交的模式，不但做得工地对原有环境的重建，也做得真实做好海洋保育。很感谢县政府，然后在琉球做了4座这聚落式的污水处理厂。啊，其实这一座最大座也收集了很多废水，就是大部分的废水都是由这一座在处理。然后从小型的开始，慢慢越来越做越大，然后几乎把我们乡里90%的废水都收集起来净化。然后我们刚刚上去有看到，它就是把一些很脏的水，然后净化成一个没有味道，然后很干净的水，再回流回放在小琉球。我觉得这样对我们的海洋保育也是好的。今天琉球乡全乡已经有4760污水处理厂，每一种污水处理量做得达到3580公吨。太阳做的处理全都将近90%的生活费污水，太富降低琉球乡海域的污染负担，也为环境同生态舒服，欠最大的努力。屏东县政府同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推动全国第一种微型火灾不骗费用保险，台县政府举行见证仪式，包括金管会保险局副局长、南山人寿慈善会同南山产险公司代表如出席参与，由屏东县长朱春美同南山人寿慈善会董事长范文伟共同签立契约，代表生物微型保险正式启动。我们首创全国的一个微型的财产的保险，也就是说，针对我们的中低收入户的朋友，自己的居住的这个地方，这个住宅如果有发生火险的话，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第一个时间来理赔，提供他们一个基本的、赶快的一个救助。我想家是大家不仅是住的家，而且是身心安定的一个家。所以谢谢南山人寿基金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帮忙，让我们县府可以跟南山产物携手合作，创全国首创的一个火灾微型保险。亚种保单保险对象是屏东一列插大树业夫同种大树业夫，假使一旦黑的蔬菜不幸受到火灾事故，使得建筑物本身也是地表的物品毁损，如给付每一个人1800元的不骗费用保险金，提供应急使用，强一百事故给付100。另外，保险期间内最高做的给付200，为大树业夫同种大树业夫家夫。都建构一层安全的防护网。只要是屏东县内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的县民，都符合这个资格。第二个呢，就是意外发生在居住的处所，
那居住处所呢，不仅限于呢自有的一个房舍，包含租赁的一个地方呢，都是在保障范围之内。那第三个呢，就是发生火灾的意外事故遭受损失。那这边所指的火灾意外事故的话呢，也不仅限于居住处所内所发生的意外，也包括像是邻屋失火延烧到自己居住的处所，或者甚至呢为了扑灭邻屋失火水线所造成的这些损失，都是在整个保单的承保范围之内。南山民宿慈善基金会表示，对105人开始同屏东县政府合作推动民险保险，到今已经听说超过16万人次的大树叶、重大树叶户同身心障碍者投保民险损害保险，而2年劫难事故保险金正累计超过3300万元。另外，2年前高雄市发生上中上泰流火灾事件，南山也思考火灾不是造成民众的财产一下受抢抢，迫切需要一笔紧急救助金，解决抢的基本饮食、临时储蓄也着关键的事情。故所以为催生财产保险民险保单的念头。所以这八年来，我们总共纳保的人数，低收、中低收、中低收入，这些的民众总共有16万人次。那我们捐赠，给屏东县政府的保费也超过3300万，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个保单？是从人身的保险开始去发想的。然后在2年前，我们也看到在高雄城中城大火这个火灾事件里面，也看到火灾之后对我们的民众造成不便，然后我们也关怀这些的民众，所以特别去设计规划这张保单。火灾不偏费用保险是全国首创的三副民险保险，屏东一列拆大树业户同重大树业户大约有41000人，保费由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全额捐出，大部分经济弱势家户间多个温暖同支持。屏东一65岁以上人口有157845人，占全一人口比例19.81%，是全台第66个县市。为了本庄稼欢喜透过转述的建议，屏东县政府宣布推出6年加112年重阳泰礼包。记者会现场也特别邀请国术戏之后严重怀旧路国会发通揭开序幕，现场的装备各个新花开，为了本老人家批欢喜，今年重阳节主要由四大局处提供相关福利发通，三会处提供敬老坐茶的补助加码，重阳敬老金加码，同源33艺术节。针对我们的长辈，我们今年有设计一个老人家，就是家里的家，加这个更多更多的一些好的福利，来跟我们的长辈来一起欢度这个重阳节。那首先就是大家知道的，我们每个月的敬老乘车敬老卡已经加码到500元。另外有关我们长辈的重阳节礼金，9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有2000块，100岁以上的长辈有10000块。恭喜他们！应付重阳敬老金，90岁以上对500元超过到2000元，100岁以上对3000元超过到10000元。统计到10年以后，屏东县90到99岁有5763人，100岁以上120人，预算发出1272万6000元。另外，敬老发通还有卫生局加码庄稼加额补助，同寿米初卡高丽处的消防公车加码21条路线，提供6年油厂庄稼搬家油费，以及理想业者加码的观光油费，本庄比做得欢喜高。另外呢，我们也设计了游轮的巴士，然后全屏东县小黄公车，22个乡镇都有小黄公车，11个乡镇都有幸福巴士，让我们长辈在交通的问题上面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我想体验那个399那个什么什么沿山公路的那个游轮巴士一日游那个。现在我也想去市中心啊，我现在都到金轮了，目前每个礼拜我都到金轮了啊，但是听到这个信息，因为市中心的温泉季啊，所以我现在会改变计划到市中心。燕福表示，今年文化处韩国书创办理转述委员发出的艺术节，
有像子陈议员拍咖喱，赞助多幅跟艺术创作，并安排日文歌手演唱《罗歌》，规划研发实习，老年议题工作也都发通，希望透过跨局处整合规划的老年间内的重阳发通，并将彼台传输的专业感受欢乐气氛，在屏东一块土地上安乐生活。在亲友团的鼓舞下，阿公后来很快发誓在阿婆面前亲一下，结婚超过60名的仪式，人家是子孙满堂，各个事业有成，两老在家乡相互作伴、相互照顾，各份简单平凡的生活。问阿婆也60年来两公婆相处的优良，阿婆讲凡事唔好太计较。真的没有吵过架，太计较了给减啦，哎，啊，啊，都青菜，青菜给润过就过啊，啊，你唔哦，我爱他，他爱我。我们两个60多年后，我天天都对他很好啊。感谢县政府办的这一次与你相伴幸福永远的活动。他们平常相处就是一个生气，一个就是躲在旁边气。不会硬对硬，硬碰硬，一定要这样子哈，夫妻才有办法永远的恩爱相处下去。让我一对钻石婚夫妻夫妇讲，多谢让我一半为了家庭，辛苦三万做些。我们以前到现在，我们的生活，要我们更积极，更积极，到现在。我们爱他，我爱他，很努力，很努力工作。屏东县政府庆祝燕女钻石婚感恩，期盼112人出钻石婚包容太费，燕夫贴片台发通金钱，聘请入样师同化妆师，多付天数阿公阿婆化妆拍婚纱照，鼓励讲出平时该难讲出的爱爱语，本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阿公阿婆。重温了当年结婚时的甜蜜喜悦。阿妈有听到讲，希望咱的下辈子吼后世人，咱可以在这阿妈过吼，真的真的非常的温暖，非常非常的感动。阿春米林家代表管教户，代表咱屏东县，代表大家的恭喜，也代表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家庭是社会上重要的基础。112人出钻石婚庆祝发通，一共有35对阿公阿婆得到表扬，并颁证钻石婚证书同婚纱照，本以等回味结婚时的甜蜜时光。发通也邀请了全家太婿，向阿见证幸福时刻。平燕夫希望透过公开表扬发通，祝福现场阿公阿婆用意爱河，婚姻生活幸福美满。重阳节外多位平东燕庄祖村民。来到屏东市盐水陈凤桃阿妈路卡，祝福中比佳节愉快，并带来中央同地方政府的祝福。我代表总统府，小英总统送给我们阿妈敬老状，然后还有呢，这个我们行政院卫福部送的金锁片，还有县政府我们今年加码的大红包10000元的礼金，那还有一个大蛋糕，跟阿妈一起来庆祝100岁的生日。大家齐唱歌，祝福年岁阿妈人生康健。陈阿妈出生于民国12年，70岁退休过后，看人生运作得，也去过许多地方旅游。平常好做瑜伽运动，80岁的时节，因为忘到脚疼起，造成更加行动无按方便。多年来便持续的走路无眠下来的养生之道，经过面对偏痛，也尽量做得发痛如发痛。本陈阿妈唱歌会使用 PV 管嘅热咧。今天明日路坐的坐轮椅去公园散散步，每张夜固定同声音来外出散散心。他就是没有睡觉的时间啊，他就会坐着，他不会说像有的人啊，就是哦跳得一得啊那样、啊，他就是没有睡觉的时候没有就不会去床上躺，就是在这里那个念佛、啊、然后念大悲咒、啊、他年纪他就是有时候他会要求说去外面走一走。
他年轻的时候都会跑国外啊，对，四处跑。他这个是澳洲灰熊。那阿嬷是我们台湾典型的女性，年轻的时候认真打拼，那做生意，那七十岁退休后呢？也都很会照顾自己。那八十岁的时候因为跌倒哦，所以身体上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呢他还是秉持着我们台湾女性的坚毅韧性的精神，学着要来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能力恢复哦。主持人表示，今年应付团队前方因为120万人水正总统府建路厂同卫生福利铺检索片一道礼片，表达对果树种植的建议，也加码重用建路微温检90岁到90岁，对原本的500元提升为2000元，100岁以上建路微温检都由3000元提升到10000元。今年预算资金5883万种植，也对适宜出行娱乐多方面来规划老年照顾服务政策，爱本装备采替安乐。秋季是条例延伸的好时节，为了本屏东因研发装备做的补充蛋白的营养，小米做下来到屏东市卫生所饲料的白鹰一周中心，同装备分享料理食谱，由院长朱春明担任主厨，同传统主厨共同制作，金沙石板绿笋好煮多料理。啊，这是山药，紫山药。哦，这原料。啊，这芹菜。也陆续使用菜体食材，寿米、凤梨、山药同番瓜，运用绿竹笋同凤西菇，增加纤维含量，祖国如何来吃饼料的良副板，同时加入芹菜、洋葱含卵黄也都食材，增添风味。今天就用屏东的在地食材，有我们的龙虎斑，还有我们的南瓜，我们的芋头，有我们在地的绿竹笋、竹笋来做成这个粥。那呢，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除了这个粥之外，我们又加上了小米跟红梨，更健康、更营养。带油带盐过咸的粥，运用食材的鲜味，降低调味料用量，透过多样性以及当季菜体食材。本装备吸收多年的营养素同吃花素，储存蜜表示，该度装载患有慢性病，假使饮食口蜜偏含也是冲口蜜，往往初生台饮食底部吸收过量的钠，故所提升装载免疫吸收的盐量做唔得超过6公克，并搞装备调制香料盐，做得透过香料的香蜜降低盐的用量。那我们今天也跟我们的长辈分享一个营养的小常识，就是我们每天摄取盐的量不能超过6公克。那怎么样觉得说，哎，如果好像不够咸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加一些香料，然后下去调，然后让我们不用靠着说太多的盐来提高那个整个味觉。屏东因老年人口已经接近超过3岁门槛，为了本装备是秘密的同时，还做得兼顾营养抗欠，屏东县政府打造小米粥下，设计营养秘密的高龄抗欠料理，将持续推广。欧洲来回机票是由我们的编号38号。屏东县总主厨米厨出十团婚礼最大奖，要做送人来回免一机票的幸运得主，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由屏东县政府主办的摄团婚礼，面对参加的新人，如做得得到婚纱造型服务，以及万人家庭也得好礼。朱春米致辞时，也趁机会提到县政府推出的生育补助，希望参加婚礼的新人用道理做成规矩。那我身为屏东县的大家长，真的很开心，有50对的新人来在今天成婚了。早生贵子的话，也务必要涉及在屏东县。我们呢，屏东县政府每一胎都补助20000块。另外呢，大家不要担心，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我们的育儿的负担相较之前会越来越减轻，我们会越认真越努力，把屏东打造一个安居乐业、幸福和希望的城市，欢迎大家在这边落地生根。朱春米答应会继续努力，带领应付团队将屏东打造成二级城市，本台家族的安居乐业落地生根。屏东县政府明年举办的摄团婚礼已开放报名，初审秒杀，并已完善的婚礼规划，
得到新年嘅热烈回响。平阳府今年特别选择平阳1936年去举办，希望用平阳人去保留工业遗址嘅历史文化，结合艺术同科技，象征新年嘅爱情，经历时光考验，更加闪耀璀璨。这场婚礼的主办单位很用心，安排这么棒的场地以及这么好的美食，很荣幸能参加这个婚礼，很好玩。我觉得，参加这个婚礼就是有很多人在帮我们，然后让我们就是只要参加就好，我们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而且，觉得婚礼就是准备得很完善。感谢政府有这个活动，就是提供新人有一个，证婚的仪式，而且还有送很多好礼，然后觉得很感谢屏东县政府的举办这样。然后现场有50对嘉宾，然后就是充满着幸福洋溢的感觉，然后就很幸运可以参加到这个活动。今年屏东宴席团婚礼一共有50对的新人，台主春美同屏东地方法院院长李兆燕以及8个的亲友见证下完成的终身态势，也在屏宴府用心的规划同布置下，透过一个美好浪漫的新婚典礼。吸引力乐团以充满魅力的歌声，为2023赤坡方言艺术节宣传记者会揭开序幕。活动将会在11月4号、5号在潮州林口市林平地森林园区生态登场，包括赤坡多元舞台、赤坡方言首摆、人民工作坊体验以及乐团大赛、公益创作竞赛、艺术传承木雕版成果展以及舞台展演也都精彩活动。屏东演讲主持人由民众腔下来，感受人民艺术的美好。那我想大家对原乡族人的音乐、才华、美食、风味，还有艺术的创作，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那今年当然这些大艺术家们的创作一定都是有的，还有各个市集的精彩度也是比以前还要更好。赤坡方言艺术节每年第九年，也是第五年在潮州林口市林举办，也摆有台湾出知名艺术家特别吴兰古勒勒、林文亮、吴玉莲，甚而业也着四个艺术家各自利用木匠的素材，创作组合成赤坡方言艺术节七彩纹饰，由主持人同来宾将丝瓜送去，为活动揭开序幕。2023斜坡上的艺术节，让我们一起传承。朱春米表示，赤坡方言艺术节邀请台湾出世的艺术家在现场，利用贴纸艺术、石板、编织、木雕也的素材，进行人民技艺交流分享会，让民众间接触了解人民艺术创作，让爱运用民众最期待的音乐盛会。那今年呢，有来参与的这个歌手呢，都大大有来头，有我们今年的金曲奖的得主葛希瓦，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动力火车，还有我们分水，我们牡丹的戴小军分水岭的这个 Givi， 还有黑旋风，哇，真的越来越棒。赤坡方言艺术节邀请36组艺人团队向下台赤坡方展演，并参与跟民众观赏人民独特的表演风格，同享受优美的音乐响应。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并扩大民众做的体验，并认识人民文化内涵，进一步接触台湾多元风味的南岛民族文化。由美国、加拿大、台湾也着跨国音乐家联署组成的 TPO 爵士彩乐团，为发通开创人气闹热气氛。接下来有两个国宝级的民谣传艺师两头，曲风呼应传统同创新，透过一束束文艺半世纪的珍贵乐音，串起洛山佛的歌声。咱的半岛半岛歌谣季，今年是第6个年头。所以呢，我们今年的主题，还有往后那么打拼的风涌，就是让咱的恒春半岛歌谣季变成一个世界歌谣季，咱欢迎全世界的歌谣民谣拢来咱恒春半岛唱给咱听，咱嘛要把咱恒春半岛的民谣带去全世界唱给世界听。
屏东县庄主村民同民谣家族罗宗强三腿同台献唱幸存诗件，让爱不惜参与的乡亲如因俄罗歌谣之魅力，强调也正是在全台甚至在全世界最有文化的音乐节。这个是我全台湾最喜欢的音乐节，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包容各种各式各样的人，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听音乐，你来这边就是可以放松，所以我还是每年都会来，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来参加我们屏东这个半岛歌谣季。就是音乐很好听，然后大家都很 chill， 啊，食物也都很好吃。我刚刚吃的那个日式炒面很好吃。在恒春难得有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出来聚在一起，蛮不错的、啊。我们的朋友，有咱恒春的山，有咱恒春的海，有咱恒春的水，嘛有咱恒春的苦，甲咱恒春的愿望，而且。欢迎欢迎，咱全部全部爱好民谣来甲阮乡村半地遮个民谣阿嬷，甲咱的小朋友加油，甲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咱明年呢，咱乡村半地民谣馆就会使正式落成。燕庄主村民也替发通现场向大家宣布好消息，大家期盼的乡村半地民谣馆。预算在过年过后陆续的启用落成，同大家见面，加上周边建设丰富多元，希望将当地特有的特色文化做多元推广，本地方歌谣有机会跨出半岛，航向国际。